我俩在一起。嘉宾小杜23岁，来自山东中介；女嘉宾小杨23岁，来自天津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老师好。中介，人力资源。啊？做人力资源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。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网上招工嘛，然后他就是投简历投到我们那儿，带他面试，感觉人还可以，然后就是追了，就追到手了。你追的他？对。哦，怎么了？今天为什么来啊？是我主动要求要来的。哦。因为我现在完全跟他沟通不下去了。刚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还是挺浪漫，会制造一些小惊喜。现在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些了。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对我考研还有出国这方面的限制。哦，我就觉得他是我每次想往上提升时候一个绊脚石。怎么谈着恋爱成绊脚石了？这个慢慢说吧，先说考研好不好？啊，考研怎么绊你脚了？就是刚开始认识我们就大三嘛，其实那时候是考研的好时机，那时候就想考，然后他非让我去工作，然后接受了。我已经给他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了，然后一个挺大的金融公司在里边实习，然后我就感觉没必要再去考研了，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啊，就是有点自私，想让他留在我身边啊。那我后来又想考，你不也阻拦我了吗？后来又要考了？对，今年你又阻拦了？对。他阻拦你就管用啊？他就一直在这儿算阻拦我，总给我传出一些负能量。后来我又想那个，他不老说工作好吗？然后又想出国。啊，出国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挺无聊的，我感觉。我出国去当义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，你总是觉得那很无聊。因为那个义工就是澳大利亚，然后牧场、农场里边，工资就一点，然后就是给那个奶牛洗澡啊，就是摘摘水果什么的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自己跑这么远，然后那边也没有亲戚朋友，最主要就是还是想让他留在我身边吧，就是稍微有一点自私。对，我一个人在国外一年，我可以多么的独立，多么优秀，你是无法想象的。不，你让我们想象一下，你可以多么的独立，多么的优秀。